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苏州嘻哈一笑堂的青年相声演员，我叫杨九义。我是来自苏州嘻哈一笑堂的青年相声演员张海吉。各位亲爱的贵族马云们，打个嗨，打个嗨。我觉得你这说话可听不出来你是苏州人。对，您就说这都怀疑啊。二位是苏州人，会不会更了解一些苏州本地人的习惯？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北方词到苏州，哎，就不能说了，他听不懂。太有了啊！因为我北京学艺，从北京回来头一场演出在苏州的苏州大学，然后使的是对对联，有一个词儿痴心，痴心，您别痴心啊，听不懂。别往心里去，别在意，是不是？哎、对别痴心，只能改成这个。本来俩字很脆，您别痴心，那您别往心里去，只能这么说。好多这个苏州的语言跟普通话区别比较大。你比方说这个厉害，苏州话叫结棍。上海话也这么说。结棍，对对对，就是后来我们攥这包袱嘛，就是厉害叫结棍，那最厉害那就是九节鞭。苏州的这种相声氛围有什么样的变化吗？这些年？有一个变化，因为苏州一二年修地铁，原来我们老是在比如说天津北京的地铁里会见到幽默小段啊，相声的这个 flash 啊，对，苏州不能有。但是有一年我记得不是2013年就是2014年，这个地铁里的屏幕里马季先生的卖布头的这个 flash 有了，这个就很惊艳。最直观的反应就是我们的观众数量，观众数量最近几年这个都得加座。简而言之，总结成一句话就是：希望在苏州扎的根越来越深，希望在苏州以外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苏州还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在坚守。那这个最后，我觉得四平我很了解啊，喜欢京剧，对吧？还会京胡啊，反正偶尔演奏。哎，这最后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小彩蛋啊？可以呀，这个我们社团里面这些演员，这都是能歌善唱啊，要不然我来伴奏，一块儿给您各位带来一段京剧的传统名段，叫《三家店》，好不好？您感觉吗？好。哥哥南唱走。等会儿吧。这是三家店吗？这个。